今日咧就系超级杯举行嘅日子，呢场赛事咧将会由两支冠军级嘅球队合演噶。对好多人嚟讲，呢场波有好特别嘅意义。而且呢一场波咧亦都代表住球季正式展开啊！相信大家都竟然系急不及待，等唔切要睇呢两支劲旅一较高下噶啦。喺咁样嘅球场比赛，气氛就唔同晒噶。英格兰国歌响起，系时候啦！呢个波点追啊！呢个会系界外球，大门，龙门挡得好啊！救得好啊！真系唔野少啊！哇，救得一流啊！呢个波反应够快先可以做到啊！列马伦嚟个短嘅，基亚连尼，试下呃埋去啦！好机会啊！又射失咗。而家一个传球，准备要射啦！入波，入咗啊！呢个波，呢个入波嘅影响可能好大啊！嗱，反击咪就应该咁咯，越简单越好，眨下眼搞掂。有机会入波，咁都唔使失，真系有运啊吓！哇，呢啲逼抢好嘢啊，逼到对手甩咗，有个机会射门啦！阿朗素抢翻个波翻嚟啦！一个长传啊，上前抢，本来就可能有啲机会嘅，不过都要等下次啦。个波传向左翼。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，头先真系牙烟啊！韦舒亚大脚解围，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，喂射佢啦！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。射得好啊！二百谦莫域个波传向左翼，呢个直线靓，起到脚啦，可以去庆祝啦！真系顺道咧，阻都阻唔住啊！睇正个龙门前，头正吹鸡，上半场够钟啦。其实我哋净系睇上半场咧，有冇话反映到啲咩咁？今日呢场波对佢哋嚟讲，好似好易踢咁啊！会唔会真系咁容易就可以赢波啦？入波啊，一个接一个，两队咧暂时相差两球。好，比赛重新开始啦。沙比亚朗素呢球波过唔到啦。基亚连尼传入去，喺个波翻翻，系咪要起脚呢？入啦！呢个波入咗啦。下半场好睇啊！咁多空位，咁多时间，真系点射都入啦！嗱，呢个波咧可以话系个个都有。喂，把握机会啊！辛辛苦苦啊追个波翻嚟，不过最屘又塌咗 Q。咁靓嘅比波，嘥咗真系可惜。香兰尼斯入嚟啊，梗系想改善一下啲比波啦，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有多啲倒入嘅进攻啦。丹迪、帕洛路。试下压，喂，有机会啊！
长波向前传，今次得唔得啊？守门员救得靓啊！呢个龙门系抵加人工俾佢啦。而家就等紧换人，佢哋换咗个飞毛腿，睇嚟可以有啲贡献。及时解围啊！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列马伦，列马伦射啦，得手啦！今场波结局会系点？唔使问啦。拍落路飞埋去，攻入呢一球。所谓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系咪？嗱，够胆冒险咪？呢一球波可以话改变晒成个比赛嘅局面啊！想要嘅第二球，哇嚟就嚟啦！睇嚟呢场波佢哋都赢紧啦。高空传球，赫兰尼斯突破咗越位啊！大脚解围，完全冇法子能够预计嘅呢球点咧？列马伦弹到啦，有机会。今次啊输俾后防球员啦，不过佢唔使几耐咧，相信就会再嚟过啦。伊巴谦莫域个波而家喺夏萨特度，球证表示比赛结束。